买不起国产车的宝贝们可以看看合资车，10到15万这个价格区间的代步车太多了。以前卖20多万的这个合资燃油车，现在降价降爆炸了。凯美瑞低配现在落地不到15万，再约帕萨特、龙腾380，月底之前全款落地的行情估计能给你蹦到15万以内。别克君越现在包牌的车源1999的悦享版，能给你干到15以内全部办完，包括索纳塔11代的 Pro 版本14万9800指导价的，全款优惠3万之后现在落地也不到15了。SUV 现在降得更吓人，在总势力降价排行榜上你能看到，丰田荣放全款优惠6万，起亚斯伯托捷优惠6到7万，现在途胜 L 全款优惠5万5到6万。韩系的这两台 SUV， 如果说你想干的话，阳江就 1.5T 的豪华版就可以了，剩下的配置直接推沟里。买完车的别干降价排行榜，我怕你气得仨月不来事。除了日系、韩系、德系之外，美系车福特锐际全款优惠4万5，1798的配置这玩意落地也不到15了。以前是穷人买国产车，现在是穷人买合资车。每天带我们了解新车二手车行情，祝在座各位坐享其成，越来越好，满满登登不劳而获。记得点赞关注。